Wait, wait.达赖自叛逃以后啊，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啊，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。虽然他仍然以他的宗教身份，哎，来在国际上，包括获得一些国际势力的支持啊，但是呢，西藏人民心中有杆秤，他们是非常感谢共产党为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。We are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. History is history. We very much impressed the spirit of European Union.